由媒体和人寿企业所办理的2020幸福台湾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的活动，花莲县是荣获了全国第四名的佳绩，而且是非六都县市中的第二名。县长徐祯蔚很荣幸县府团队在各项的设施以及施政能够获得肯定，并且将荣耀献给全体的花莲乡亲。由经济日报与台湾人寿共同举办的2020幸福台湾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，花莲县荣获全国第四名佳绩，并与非六都县市中位居第二名。县长徐祯蔚表示，感谢县府团队的付出和全体县民的肯定，才能够让花莲的市政落实有感。今年度因为疫情影响及疏花改通车，花莲观光人数大增，登上 Agoda 热搜平台第一名，并成为国内旅游的首选，让更多人看见以及爱上花莲的之美。我们的城市语言教育、智慧教育进到我全县101个小学、25个国中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教育基础的工作？因为花莲是一个老人化非常非常严重，我们目前已经是18%多了，那少子化也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们为了照顾我们的长者以及留住花莲未来的人口红利，所以以一个农业以及观光并行的城市，我们必须透过智慧教育以及智慧农业、智慧观光，把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人口，我们的学生学童把它留下来。花莲县在地方政府市政满意度为74.6%，与台南市并列全国第四名，与非六都县市中位居第二名。现在徐中也是在市政满意度中唯一名列前五名的女性县市首长，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妇婴福利政策，布建长照据点，致力将花莲擘画为幸福城市的代表。在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当中，居住条件、个人安全两项目前全国第二，生活现况排名全国第三。花莲县更在政府统计数据的环境领域，空气品质指数居全国第二，表现是可圈可点。记者钟毅台北市报道。